我小时候听广播说，幸福就像一个玻璃球，如果掉到地上，碎片会飞得到处都是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捡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幸福，可无论你怎么努力，你都捡不完。但只要你努力了，你总会捡到一些。我相信，我想他也会相信的。